今日是由我讲游戏的时间。看今日有啲咩新嘅游戏消息要讲俾大家知啦。喺讲之前，要同大家讲声，我哋已经开咗 MIUI 同埋 Odyssey 两个平台啦。咁大家就唔使局限于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啦。如果想继续支持我哋，就记得帮手睇广告，同埋记得帮手 CSS 我哋啦。好啦，我哋即刻去片。成日玩嚟玩去都系啲打打杀杀嘅游戏，真系想玩翻啲冇咁紧张、轻轻松松嘅作品咯。就好似 SpryForce 旗下嘅生活模拟游戏作品 Cozy Grove PC 版啦，睇风格咧完全系啱晒我嘅口味啊！佢系一款生活模拟游戏。玩家需要在一座瞬息万变的闹鬼岛屿之中露营，身为幽灵童军的玩家将会每一日都在岛上面的森林之中游走，发掘新的隐藏秘密，并协助安抚当地的幽灵。透过制作丰富多样的制品，玩家就能够为岛屿带来色彩和欢乐啦。岛屿上面大部分的区域在玩家未赋予活力之前都是未上色的，一旦玩家开始着手，被饱和的世界亦都随之产生变化，变得更加色彩丰富和漂亮。植物亦都开始结果，角色同样亦都会变得更加快乐。游戏已经登录了Steam平台了，而且还会支援繁体中文，但可惜的是又是没有 PC 盒装版咯。